日本大胃王圈再次传出令人遗憾的消息，知名女大胃王高桥知成在7月21日离世，终年30岁。日本女大胃王盟子7月29日在 Twitter 度发文，说高桥知成已经逝世。虽然盟子没有透露到高桥的死因，但是高桥在2022年的12月就曾经在社交平台度分享住院的相，透露他因为脊椎压迫性骨折、厌食症和酗酒而入院，肝脏相关指数亦都超标接近40倍。外形靓丽的高桥知成是日本第五代的女大胃王，身形纤瘦的她吃到很多嘢，吸引大批的粉丝。而她在出道之后，亦都有在很多大胃王主题综艺节目度露面，又不时在 YouTube channel 度分享她食嘢的影片。